我哋嘅广东人之光外来媳妇本地郎又火啦，好多人喺度讨论嗰部戏越来越难看，而我咪继续看落去啊！大家好，我系超级文件电视专门多多关注三百六十度零时广播电台真光青天之下，做猫方飞栋笃笑实力 people 超石基齐主持人，简称超人。我虽然唔系外来媳妇本地郎嘅铁粉，但我系佢哋嘅枪粉，枪铁都有关注。嗰部剧近几年冇咁火，好多原因啊，最主要系好多人觉得嗰部剧已经冇咗灵魂。光宗耀祖，无咗阿宗，宗旨不存，假象烟腐。仲之人二个康熙宗一走，剧入面怀念我啲某种广东人嘅缩骨古惑角色冇咯，无咗嗰块绿叶，所有嘅空花都唔出彩。就算后来有咗阿娇啊、祝师奶啊、卢作定上三个都唔及阿宗哥一个咁出彩咧，所以无咗二哥嗰部剧就冇咗最佳嘅看点。呢最令我哋一齐粉丝失望嘅就系梁咏仪。編劇是不是當我的觀眾是白痴一樣呢？第一，全廣東人都知道二哥印度就賣啦，你仲有強行勞作假裝二哥仲為有日翻出來，唔好嚇我啦。有句話我常通編劇講咗好耐㗎啦，成個廣東最叻係你。第二，就好耐唔知去邊呢，搵咗個友仔似阿二哥咁窮嘅人返去扮阿二哥再生。喂，唔係我難接受啊，我係等阿二嫂難接受嘛，嗰個真老公明明已經唔坐喺度，你仲要搵個假老公扮恩愛，咁同歐羅有咩分別呢？令至因为剧集太长了，咩情节都做过晒，方家上上下下亲亲戚戚街坊邻里咩角色都做过啦。二十年内一班新人换旧人，康家夸张一齐讲家不胜家。个故事本来就为康家一家大细延伸开去，依家嗰啲新角色各有故事，勉强愣住个主角继续做落去。嗰只剧情依家就似得蛇散蚊，爱佢轻散而身不散，好难。唔通我系康伯康岑教婚爱情？呢我本身系一个观众，我觉得我会继续撑我咯，即好本地咯，系因为嗰部戏有我啲广东嘅文化特色。在嗰部戏入面，我哋看住康家嘅大恩通细路哥嗰阵生活，就值得提到我哋已经系现实生活当中嘅点点滴滴。看下大刘光点字忠忠直直，唉，看到阿二哥呃呃氹氹，哼，看到阿三哥一分再分，哇，看住阿拉叔吊儿郎当，有冇搞错？看住阿大嫂、二嫂、三嫂一妻买护花残粉，又看住阿大安拉买七星茶，仲有看住阿康伯康岑扮冤又白内障，仲爱扮庐山心梗，混日家啦啊嘛！令人感动嘅系嗰班角色吓，同我哋一样面对生活嘅各种问题，面对命运嘅重重困难，看住佢哋嘅故事，我哋搵翻自己，康家就值得我哋身边嘅朋友同我哋一齐挨世界，又令到我哋好多广东家庭每个星期有一个钟嘅时间，大家可以一齐坐落来，共聚天伦之乐，有讲有笑。所以剧集本身讲咩已经唔重要啦。咁又唔系，三千集唔止系广东人之光，直头系我哋华语剧集之光啦，系咪啊？所以我会继续看落去，就唔希望看到啲劇情東拉西扯咁勞作啫嚇。喂，你就靠姑姐仔嚇打青馬超，靠阿天優結婚生仔嚇，我選佢生下一胎、二胎、三胎啊，都好難威班後生嘅嚇。我啲廣東嘅影視人才有能力將嗰啲廣劇做到更好、更強、更出色，但舊嘅唔去，新嘅唔來，勉強無幸福，千祈千無辜負一億廣東人，無求人將外來媳婦本地郎嗰塊金漆招牌攞去勤勞，勤下勤下勤到冇。